骑车场内出水口下方竟然不是车辆，而是一名女骑士张开双手呐喊，只见泡沫和水不断在她身上冲刷，享受在其中。难道是把洗车场当成自家淋浴间吗？女子超狂，边洗车边洗身体，还有洗车员工帮忙拿毛巾狂撸安全帽，后面其他排队等洗车的民众都看傻眼，究竟是发生什么事？来了，免费，来。希望在桃园中立某洗车场，女子骑在洗车场车道前，一次是要排队洗车，却被后方驾驶按喇叭，情绪不满，双方爆发口角。来，进来。我赖上的名字叫钢铁露露。好妹，进来妹。现在变成铁露露。好妹。路是马路的路，了解吗？只见女子情绪越来越不满，洗车场员工见状赶快安抚她的情绪，让她体验免费洗车。我送你，我再给你200块，你进来。你要给我200美金？什么美金200啊？200是什么台币？台币200。来，老娘来了。事后洗车场业主将画面放在网上，引发网友留言。有人说现在的人压力太大，舒压方式很特别，这是顺便洗心灵的苦。还有人说洗个澡就能赚200，太划算。吵架冲突在店员的化解下，改让女骑士体验免费洗车，在网上掀起讨论。东森新闻黄启栋桃园报道。